师傅打架呢。哎，你看看多多漂亮，哎，哎，漂亮，哎，漂亮，哎，漂亮，看，他妈的，这会儿没电了，我可恨。我跟你说，这俩是公子。啊？这俩是公子。越关键的时候没电。嘿嘿嘿，这是公子，又抢票了，是吗？哎，他这会儿交配是不？春天该肯定是交配啊，下大了才。他这两天正常应该飞到俄罗斯飞，是吗？在俄罗斯那边采完蛋，孵完卵回来，等咱们秋天过来就是。就是啥，就是有小罐子。不会动这一下。是我。这俩正的，头上我瞅着选去吧。是，看你撞的。你说那对。在上面悬崖那块找的，是拉的一道。啊。哎，那受伤了，好像是。是不？那鸡巴腿完了，受伤了，站不起来了。你说对走了，二十倍的车不三倍吗？那你那四眼他们绑的，绑这个，啊，那也在跑边上。什么玩意儿？怀疑这山上就有的。这边是这边，应该是。说晚上净看他咋过，那就没事了。这边的啊，这会有拉动。等，但是你要是有人下，白天下，他往那边爬。我看过他在那个山尖上站。那边，那个电线那个，那边是什么？